口述影像有声书，文林秀穗，图廖建宏，步步出版2018年发行。这套有声书是由国立台湾图书馆策划制作，由许伯琴录制，欢迎收听。封面介绍：本书封面上有一颗红透了的大石榴，从裂开的果皮可以看见里面结实累累的果子，一只小苍蝇停在果子上微笑。小朋友，来听故事咯。一个晴朗的午后，树上结满了红红的果子。本页画面中，三颗大石榴垂挂在枝头上，橘红色的色泽吸引了小果蝇的注意。其中一颗因为过熟而裂开了，露出一颗一颗晶莹剔透的果实，小果蝇忍不住在这里徘徊。果子上飞来一只肚子空空的果蝇，肚子好饿，这红红的果子看起来很好吃。本页画面中，小果蝇停在石榴裂开的裂缝旁，准备要大快朵颐，但这时他突然觉得不对劲，一个大大的果蝇正面特写，背景全黑，象征着果蝇内心的担忧。哎呀，背后好像有八只眼睛盯着我，是谁？是谁在盯着我？果蝇背后出现了一只小蜘蛛。多美味的小果蝇啊！本页画面中，一只全身紫红的蜘蛛停在叶子上，伸出长长的脚，准备将小果蝇一把抓住。但这时它突然觉得不对劲，一个大大的蜘蛛正面特写，蜘蛛挥舞着它的八只脚，背景全黑，象征着蜘蛛内心的担忧。哎呀，我好像听到有翅膀震动的声音，是谁停在树叶上？蜻蜓飞到树叶上，叶子上的小蜘蛛真可口。本页画面中，一只蜻蜓停在树叶上，看着蜘蛛准备对它扑过去，但这时它突然觉得不对劲，一个大大的蜻蜓正面特写，蜻蜓紧张地举起脚，背景全黑，象征着蜻蜓内心的担忧。哎呀，我好像看见两把舞动的镰刀，是谁躲在树叶下？树叶下，一只螳螂探出头来。哈哈，这里有一只香喷喷的小蜻蜓。本页画面中，一只螳螂停在树干上，它挥舞着镰刀般的大前脚，准备对蜻蜓下手。但这时它突然觉得不对劲，一个大大的螳螂正面特写，螳螂收起前脚发抖着，背景全黑，象征着螳螂内心的担忧。哎呀，树下有个影子在晃动，是谁爬到树上来了？蜥蜴开心地爬上树，上面的小螳螂刚好可以填饱我的肚子。本页画面中，一只蜥蜴开心地望着树上的螳螂，准备大快朵颐一番，但这时它突然觉得不对劲，一个大大的蜥蜴正面特写，它紧张地眯起眼睛，手足无措，背景全黑，象征着蜥蜴内心的担忧。哎呀，草怎么动起来了？是谁从草丛里跳出来？牛蛙跳出了草丛。蜥蜴正好可以让我饱餐一顿。本页画面中，一只大牛蛙趴在草地上，盯着蜥蜴，准备将它吞下肚。但这时他突然觉得不对劲，一个大大的牛蛙正面特写，牛蛙担忧的手托着下巴，背景全黑，象征着牛蛙内心的担忧。哎呀，哪儿来的沙沙声？是谁在我的背后？石缝里，
蛇沙沙地爬出来。没有比牛蛙更美味的食物了。等夜画面中，一条蛇从石头缝里慢慢爬出来，看着牛蛙准备张口把它吃下去。但这时他突然觉得不对劲，一个大大的蛇的正面特写，他紧张地发抖，背景全黑，象征着蛇内心的担忧。哎呀，有脚步声，是谁？黄鼠狼慢慢靠近了蛇。我正需要一条蛇来补充营养。本页画面中，一只黄鼠狼兴致勃勃地看着前面的蛇，但这时他突然觉得不对劲，一个大大的黄鼠狼正面特写，他害怕地东张西望，背景全黑，象征着黄鼠狼内心的担忧。哎呀，怎么有咕噜咕噜声？是什么声音？黄鼠狼的不远处来了一只已经饿了三天的狐狸。太棒了，黄鼠狼或许是不错的选择。等夜画面中，一只狐狸在树丛里带着狡猾的表情看着黄鼠狼，但这时他突然觉得不对劲，一个大大的狐狸正面特写，他皱起眉头，眼神畏惧，背景全黑，象征着狐狸内心的担忧。哎呀，有个可怕的味道飘过来，是谁？一只狼吐着舌头，紧盯着眼前的小狐狸。这只小狐狸又香又甜，真不赖。本页画面中，一只狼站在石头上，吐着舌头，准备捉住小狐狸。但这时，他突然觉得不对劲。一个大大的野狼正面特写，他惊吓地张大嘴，背景全黑，象征着狼内心的担忧。哎呀，大大的影子盖下来，是谁？狼背后的老虎露出尖锐的爪子，准备往前扑。前面的狼看起来真好吃，我要一口吃掉它。本页画面中，一只老虎低着身体朝着野狼慢慢走过来，但这时他突然觉得不对劲，一个大大的老虎正面特写，他害怕停下脚步，背景全黑，象征着老虎内心的担忧。哎呀，树下好像藏着长长的，该不会是……猎人悄悄举起了枪。老虎皮毛光光亮亮，实在太美了。本页画面中，猎人趴在草丛里，用枪瞄准了前方的老虎，脸上充满志在必得的表情。一阵风轻轻吹来，熟透的果子往下落。本页画面中，一颗硕大艳红的石榴从树上掉下来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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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。本页画面中，石榴掉在猎人头上，猎人吓了一大跳，按下扳机，子弹砰的一声发射出去，树林中的动物全都受到惊吓，螳螂飞起来，青蛙跳起来，蜘蛛急忙逃走，果蝇飞走，蜥蜴张开四肢赶快爬走，蛇也赶快溜走，老虎跳开，黄鼠狼惊讶地边跑边回头看，狐狸忙着逃窜，蜻蜓飞走，野狼也快速跑开。汪汪汪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吃了。一个晴朗的午后，树上结满了红红的果子。本页画面中，掉下来的石榴裂成两半，小果蝇在果子旁边开心地飞舞。终于，果子红了。本书录制到此，谢谢收听。